很冷吗？我们现在从船跳下来，在玩水，还好啦。可是看到鱼吗？没有鱼，没有鱼。我觉得我们今天运气很好，天气非常的好。还有人要下来，哇！我抵挡了，很舒服哎。我想穿蛙鞋。还有那个蛙鞋，你的脚没办法。哇！妈，今天蔡颖在看鱼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好。看到小只的。看不到大只的吼。对。我等一下可以从这边空拍啊。有人跳下来。我这边就帮你。我帮你。刚跳走了。哇，这边看得到鱼吗？来，给你照一下，看你照到鱼照不到鱼。可是这样我要咬呼吸管哎。不用咬呼吸管了。可是我一直飘走哎。你一直飘走？对啊。它有流啦，你还是要注意一下，有流。这流还好。OK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很凉哦。我怎么游那么久才在这里？阿优在这里。阿优舒服吗？阿优。我的皮。太阳好像渐渐下去了，比较没有太阳了。天哪，在这。有草。有草，你不要踩就好啦。你不要踩就不会有。那踩不到。看一下底下。能找这个鱼吗？我看一下。我这样看得到，我用 GoPro 一半在底下。哇，发现一只鱼！我看好多小鱼，爸比这边很多小鱼。我看，阿佑你要用 GoPro 照吗？好，我看我照。飞走了，我一直。你看一下。走了啦。你走了吗？我可以跳水吗？有鱼吗？那边有鱼。哪边有大只的？哪边有大只的？哪边有大只的？哇！这里，大神可能把它吓走了。吓走了，这里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了。你有看到吗？海草里有大只的。哦、我可能需要挖井。哪边？有、啊。有吗？有。嗯。谁的挖井要借我？有两只。你有看海参？小心不要踩到它，海参会死，会喷尿。喷尿啊。很舒服。我们去外面看游泳游。有吗？不你会游泳，其实你不太需要它，真的。可是你，好，自己去抓救生圈，不要抓我。你还是抓着好了。没有，他不想穿。还好啦，这边也没有很深。嗯，好，我下去照一下。下去看一下。这边好像没有非常清啊，因为这边有海草，有海草应该不会很清。那、啊、你帮我拿一下 GoPro， 我看一下。我觉得我们要飘走，没有想要一直踢哦。它有流，但我们会飘走。你没有觉得一直往那边走吗？会有啊。所以你要踢啊。那你有来底下游泳，你要走。
你说什么？我说大家都游很远。可这边很少，这边没什么鱼啊。我等一下飞空拍一次给你啊。我没办法一根看到两个。啊？天哪，有穿衣服啦，他有穿啦，他没关系，你看他很自在啊。好，再给你。好，我上去背一下空麦，你们要不要照？妈，你们在窗位，我帮你们照一下。等一下。好好好。Wait, I help you. Yeah, that's finished. Yes, okay, very good. Thank you.哦，真的很舒服，非常舒服。然后我飞一下空白，先录到这边。